温度旋转。等一下，朋友们，这里 有条货哦。如果我钓上来，请你们给我一个栓机哦，加个滚柱。如果钓不上来，栓机滚柱我也不要了哦。来，等一下啊、哦。平钩进去。不要平钩啊。不平钩啊。对。要钩进朝下，因为它，哎，你的钩子拿开呀、啊，我都看不见。搞个锤子哦，他要来的，啊，他要来的，没有吃的，这一点都没吃到。我知道没吃到，你刚刚那个就是把那个弄下去了。来，拉开拉开，你要挡住了。不会跑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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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钩啊，就看你表现了啊、哦。操，你不要送，钩尖朝下。钩尖是朝得下呀，要不要我来？没事，我来。你确定你来是吧？嗯。放到旁边不要动，让它咬一口，让尽量让拖一下。这有点狡猾。这条鳝鱼玩的狡猾了，太狡猾了。要不要我来？那你来吗？嗯。我感觉我要把它搞跑。我来啊、哦。来，让一下。你来我这儿了，你就在那儿。我就在这里吗？别着急，你这技术没办法，它狡猾得很呐。要不要我给你引？不要引。来了，来了，狗啊！来了，来了，家人。没有，没有。它好聪明啊，平钩怕稳妥点喽。还在不在啊？不在那儿了。来了，确实有点聪明，太聪明了吧，这也他说跟你学的，他跟我学，他这辈子都死不了。来了，聪明有用吗？聪明有用吗？啊，直接旋转勾住，你抓吗？姚永纯，你不要拉哦，拉呀，不要跑了，点头像进来看直播啊、哦，给个红心，给个双击啊、哦，钩子要弯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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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